今天呢，君浩邀请我们到他家吃他的拿手菜，所以我现在要突袭君浩在超市买菜。走，嗨，<笑>这么快就来了？你买的怎么样？就是肉啊，肉。哎，制作人有交代，今天随便买。 超级多肉，很棒，因为平常才舍不得买那么多肉嘞。就是要大吃特吃你的那个拿手好菜。哎，要是今天做失败的话，我就再也不要跟大家讲话。欢迎光临。哇，这是这个美药。滴滴到处放，是不是？这边也有。因为我到处看得到，我才不会忘记吃。但其实现在已经吃很习惯。 记好他家的白色位置。记我家白色位置，看什么？公布的就这么多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在干嘛？鸡蛋，马铃薯在炉子。好，是孟博。哎，酷哥有来哎。酷哥，酷哥，哦，一手。还有这个。哎，发源者，源者在包包里。 我把抱起来，多手撕哎，他会不会拉过来？啤酒跟马球。哦，谢了，谢了。这边坐，这边坐。谁呢？哎，大哥。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。很多人都到了吗？哎，小天使跟孟博。大家很贼操，你敢？对，实在是太，大家有很多事要给做。哎，要发给你们什么吗？还是我就可以坐在躺在沙发上？是不是有点小？就串烧要弄起来的时候，请大家吃。好好好，哎，孟博，酷哥有吗？ 你这么有点狼狈啊！又带东西吗？不是也要带一样吗？有吗？有需要带吗？这是真的吗？跟真的朋友是吗？是这样没错，你知道吗？是这样没错，你知道吗？一起行动，从此有了这个默契，在心中像根有人给你鼓励，半生继续提醒我，比谁都懂你。只要你愿意，就在这里陪你。Action together， 大哥是对的。Action together。 今天我们大家直接来到君浩的家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邀请我们来，哇，好丰盛哦，你一个人住这里算是蛮大，对，蛮好，邀请牙关在旁边，电池都很大，哎，这个是一个亏吗？对吧？不是啊，羡慕吧？我要美酒，我要美酒，是不是在美酒来了？有，哎，我也，哦，对，这是我今天带的伴手礼，我刚进来。 厂商觉得我适合，可以继续掌握。我知道你不喝酒，所以我也帮你准备气泡水，不要让你看起来太难。谢喽，谢喽，耶！解决了。你有那个就是大风了。我试试看举报。我在 Instagram 上面就是哗哗哗，然后看到我就是身边认识的在拍电影的人。 他说了一个超级超级好看的，就是分成电影7。哦，7宗罪。超级超级好看，他台湾的翻译叫做《火线追妻》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三百壮士。哦，对。我们这越来越熟悉他的电影品味。OK，大家看。不是，不是，现在是一个七小时。对，决战21点。哦。不是，怎么了？简在破口，简在预告里面，超有信心的说。所以是预告，所以是五个俱乐部。 包炭，包炭，对，我知道讲的包炭。真爱的一天，跟真爱挑日子很容易搞错。对对对，因为他就是一直回到麦亚当斯在那个动画的隔离生活。衣橱里面卧着，哎，不是，也不用衣橱吧，就是卧时光时间是吗？对对对对，那一部也蛮经典。我要讲那一部，你也是要讲那一部？不然我讲恋夏500日。看完以后你会想谈恋爱？没有，他那个是会空了后我会讨厌。对啊。
看完以后觉得很烦哦。可是我觉得那个东西结局到最后，其实它是一个陪伴人疗伤的。的过程啊，好，我的经验里面就是那个王牌冤家，我把它摆在这个题目。我刚刚是想王牌冤家，他其实蛮难过的啊。我觉得他给予一种，你可能在这个生命当中爱上一个人，他是命中注定，你怎么样都会爱上他，不管你试图改变前面任何，你都会跟他相遇。然后这个东西会让我觉得，我要来谈恋爱，我敢爱我现在想爱的这个人。这个编剧。他后来拍了一个动画，要考究一下，我有没有讲错？就是那个编剧后来拍了一个动画片叫《安诺玛丽莎》，就是在讲你终究会遇到你的真命天子，而你会有点讨厌他。好恐怖的片哦！它是一个恐，它那个是恐怖片，恐怖片，失恋33天，失恋。哇，好好看哦！最后他不是在访问路人吗？访问路人失恋的感觉还是什么？我直觉就是想到你飞过清苑，我太熟了，因为这个中文那个剧情很有趣，就是但是那是我很小时候看的。这部片很酷的是，从头到尾男女生除了第一场见面，他们中间都没有见过，是到最后一场戏的时候，他们两个都有点半放弃之后又遇到。但我还想到一个，但是好像有点，就一个剧情的淡季。让你想谈恋爱？让你想谈恋爱吗？想要跟他，想要跟他，靠谁烂死啊？是另外一个题目了。这种片我也跟你讲过很多个啊。对啊，这也太多了。我第一部是1990上映的。比我更早4年，三岁了。三岁就看电影，你怎么会记得？就记得在电影院。然后等一下听你讲，我就讲完了。什么啦？太屌了！什么爸妈都记得。我生日。我们先去香积城，然后再去看电影，或者先去看完电影再去香积城。所以是哪一部？忍者龟。忍者龟，我知道，就是海报是真人版。海报是一个下水盖那个，然后四个人探出，四个忍者龟，就是很老的真人版，第一个真人版忍者龟。戴头套吧，真人扮演的。对，但是我是说他是戴头套的那种。那不然呢？那还是真人的。忍者龟长的是人的脸呐。我想要知道还有什么方式。对啊。这我也看过，这我印象太深刻了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在电影院看过《神鬼传奇》第一集，跟《哈利波特》，但我现在不确定哪一个比较早。而且我在想，我怕蟑螂跟奇缘，搞不好是因为圣甲虫。哦，那真的蛮恶心，那个在山里面，超恐怖的，超恐怖的。上次照那个无痛大肠镜就有那种感觉，是两件事吧？我知道它在哪。对对对，就在那里。我不确定哪一次是先啊，但是一个是铁达尼号，第一次经典里面是铁达尼号，因为在那边看到裸露镜头有点傻眼，就是小时候。等一下，小时候看铁达尼号有合法吗？没有，好像小时候没有。小时候没有分，那个时候没有分。哦，是电影我也有，我也有去看，我那时候小六。可小时候看得懂吗？看不懂啊。就是印象很深。没有，小时候看到那个像那个充满雾气的。对对对。好，我小时候看的时候，我根本就看不懂那时候是干嘛。我的前三名性爱镜头。不用装。真的，我那时候真的太小了，我想说。干嘛？为什么手要这样？然后这样是干嘛？是看不懂。我们要演床戏，有时候压力很大，拍那个没有压力啊。只要手然后再往下来，用点感情，摆的那个，如果只拍手的时候，是不是凯特温斯莱都不知道啊？一定不是某个场景。中学小八 ，Oh my god！ 中学小八哭，真的会秒哭哎。可是我觉得他这个题目的意思不是说，这题目的意思不是说让你哭哦，是让你陷入绝望。中学小花还不够绝望吗？哎，中学小花，你怎么绝望不起来？他被你吓到了，你干嘛吓一下中学小花？哥。我那时候看完《蓝色情人节》超绝哦，没错，那个真的看到那个烟火，我真的快疯了。寂寞拍卖师。哦，我的天哪！可以蛮反的，那个其实蛮替他难过。我倒要分享一个事情，就会反正就是，确实会让你有一种陷入绝望，是因为那个角色他有点绝望。可是也让观众去想说，他其实心中没有那么绝望，是我觉得绝望，这也是我觉得很奥妙的。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是在电影院看，可是那个是专门是放给年长者看的，那个就是给银发族看的场次。然后我因为工作关系，我人在里面。然后我觉得就是大家一直看到结局，然后他打开那个房间的时候，我听到一个阿嬷说：“压死我！”看他的画面啊，那个阿嬷，那个阿嬷太生气了，好真的。
真的是这样吗？心里面真的这样。可是那个阿嬷心情真是很强烈。可是我完全懂那个阿嬷的心情，因为那个瞬间真的就是像阿嬷好真实反应。可是我跳，我跳出到不行。那我第五题答案就是 drive， 就我很想要成为一个司机。就我只要完成我人生的目标，我会有很多压力。可是我今天只要完成目标是别人的一个行程，我就是要让他，我就是要送他 A 点到 B 点，我就可以帮他达成这件事情，对我来讲是很有成就感。就是我帮助了一个人达到了他的目标，这是我对司机的一种想象跟一种向往。你想去哪，我载你去。这句话讲起来，讲起来是蛮帅的。你想去哪？这也是一种算，这是另外一种。那听起来你就是要去开 Uber 啊？好像是对杨梦明说的话。这话感觉会出现在西班牙徒步的过程，会出现这种话。对啊，反正落日车神都是要去看。Drive。我答案是。会不会突然落差太大？会会会。有人笑这一集。我们就是喜欢这种效果。我答案就是钢铁。职业没有贵贱之分。对啊，跟没有。他的职业不是当英雄，他的职业。今天我们的梦莲，他最想向往的职业是 superhero。没有，他的职业不是 superhero， 是超级富豪。对，你讲是富豪，是富豪。会是这个答案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就像我从小很喜欢看电影，有很大部分是我喜欢那种脱离真实的感觉，就是我觉得现实的。很多事情其实我们都在遭遇，我说很多很写实的片，其实我们人生就很写实嘛。但是我觉得电影有一个魅力是，它可以让你看到不属于你人生里面的东西，你会觉得这个东西会让带给你一些动力，就是在你的人生就是这么的平凡无实的时候，你看到一个东西可以让你觉得说，哎，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想象力，只是你缺乏的。你说当钢铁人。他首先要先侏罗纪公园，他首先要先被绑架，哎，那也很爽。没有这个东西很好玩的，就是我一直说，就是你绝对不可能在人生中扮演帮钢铁人吧？没有，我原本想 Q 你讲他的台词。快点！你想要，你是不是想要成为他？来讲一下，试试看。你们有看过亚当·桑德勒的《命运好好玩》？有。我跟你讲，它是我大学时的一个考题。是哦，我在看那个的时候，我真的很常有一个想法，是我想要有一把遥控器，我要快转我的人生。我觉得想看你之后会怎么？就我想要快转，我就要碰。然后看了那部电影之后，因为我就真的哭了一天一夜这样，在反省自己。那真的对你是很大的。我觉得是，然后从此之后我就觉得，就要珍惜每一分。能被娱乐片。带给启发是一件蛮好的事情，本来就不要求是娱乐片了，那他的片求是都会来的更。我的那个 change 我没有翻译成影响，我想说我想成改变，可以啊，就保姆家家，我只要没有保姆家家，我可能今天不知道，就是我当初毕业的时候并没有想要当演员，我甚至还去应征那个幕后的花瓣公司的幕后，然后要就是 audition 上了之后才正式。但你就把对，但这个就是变双关了。对，但是我看到题目是不是这样想？我要分享片跟保姆家家同一年，因为他们在台北电影节比赛。哦。我喜欢那部片得二奖，保姆家家是首奖。我喜欢的片是女朋友男朋友。哦。哇，他真的是改变我人生的片吧？在看那部电影之后，我才发现原来电影是可以很关于人本身，而不是它带给我多大娱乐，或是它的声光效果。是关于什么？然后从此我看电影就完全不一样。我如果要以这个逻辑的话，我就是很好看，就是真爱美女。哦，对啊，也是同样的，其实也是同样的感情，不能真的没有改变什么。因为我很喜欢他里面就是讲的，就是他最后的他觉得最厉害的招式就是把每天当做一场。嗯，对，先做很方便。是。衣柜的，衣柜的，对，他最后他爸讲出来是把每一天当做最后一天过，他爸告诉他，不是，那是他自己觉得自己想出来的。哦，他最后有对他说那个 masterpiece， 但是他爸的方法是你把每一天过两次，但生了小孩就不行了。对，生了小孩就会影响到。今天晚上我们可以收拾东西了，然后你要负责收东西嘛，因为他没有带东西。对，他要洗碗。
那我们其他人去打电动。这时候我们只是要这样，然后下一题，下一题。这个更强了，这样后面变木，后面变木。这是什么概念？一把剑。一把剑。一把剑。这是学人。这好笑啊！两把剑。刚刚因为我们很尝试在室内烤肉，但真的油烟太大，所以就请我们的制作人个人去帮我们烤熟的时候呢，大家忍不住就别动它。就这样就好，就看你抓到 timing， 你感觉到自己，我很想跟大家宣布，不要包袱，我想跟每一个人都演一次给他看，好不好？我是钢铁。